来看独家专访林书豪。走进 TVBS 大楼，两排长长的人龙用尖叫热情欢迎。毕竟这是林书豪第一次在台湾上新闻频道接受专访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节目。Are you kidding?全家人一起上节目做开场，林书豪先自己笑场，接下来换爸爸脱稿演出，全场笑翻。今年中文进步很多的好小子，已经可以不用看大字报，直接记下中文台词，甚至在节目的部分也可以用中文应答。我不喜欢，大家在看我，所以如果我要去吃饭，我不要，我要跟家人去吃饭，我就要安静去吃饭。可是。如果like if there's paparazzi, gozai or whatever, I'm just more of a private person. 难得打开话匣子，畅谈他的心路历程和这一年角色的转变。球迷跟媒体都发现，今年的林书豪不只比去年健谈，也更愿意敞开心胸，让大家走进他的世界。TVBS 陈昭华、陈维勇、王柏林台北采访报道。